平常真的都是穿这么辣在卖地瓜，真的、啊、真的，哎呦，所以你穿这样卖地瓜球，哎呦啦，你看到你超好看呐，哎，你这个该不会是在大甲那一边吧？对，我看过你，真的，这个近期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，我们已经看到爆的部分，对，已经看到了。等一下，可是这个不是什么珍珠奶茶，这是地瓜球。地瓜球，那地瓜球到底在哪里？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地瓜球。地瓜球在哪？对，它这个是乳香地瓜球啊。什么？真的是网络上人家看起来是在卖山东大馒头的。哎，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青蛙撞奶吧。欢迎贝娜。哎，真的是现场在操作的。对呀，而且我超爱地瓜球的。老板娘本人呢？宪哥，你先吃。他架起来，他架起来。对，这个就地瓜球，有没有看到？阿扁扁是地瓜球。请问这个老板娘，平常真的都是穿这么辣在卖？真的，真的。哎呦，你穿这样卖地瓜球？哎呦啦，你看到你超好看呐。哎，你这个该不会是在大甲那一边吧？对，我看过你。哦，真的，宪哥，你看过是不是？我在上班的时候看过你。哎呀，大甲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镇南宫啊。对。这个老板娘很可爱。很可爱啊。她是因为一场很严重的职场性骚扰，最后突然间才变成老板娘。有这个故事啊？对，就是我19岁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去我老公的摊位买地瓜球嘛。然后他因为上班，他都会喝酒，然后他就借着他的酒意搭讪我，然后我们就聊着聊着，我们就在一起。跟他也喝一杯嘛，对不对？阿尼亚秀太好把了嘛，对呀，那个叫喝出力啊，那也很好聊了哈。两个人是因为聊得来是吧？就聊得来，然后过一阵子我们就在一起这样。对啊，你在一起以后，然后你就直接这一摊就轮到你来顾他，认真去喝他的酒，认真去喝酒。你干嘛？没有啊，他不会乱跑去喝酒啦，他都在我旁边。哦，对，他喝酒的时候就除了跟我妈喝，他不会乱跑。因为老公娶了一个正妹，对不对？来当老板娘啊！你在那做生意，他心里想：哎呦，我以前在这里认识他，直接就处理了，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根本就是啊？譬如说重机歧视，对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根本就来看你的。就最近爆红之后，就很多重机歧视啊，从南部啊或是北部就会骑 Odobai来我们这里朝圣，特别对，就是所以你这边是一个打卡的景点。对，就是除了来买地瓜球的，他们还会就是想要邀请我坐在他们的机车上，跟他们合照打卡。他有这种服务吗？你这样子，老公有一天会哎那 keep 贵宾呐，哎，不会冲上来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啊，生意有比以前好很多。哦，有，确实有。那要多买几袋才行啊，才能拍照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你有这个这样目标吗？就比如说买两袋，就是。至少要行销个25块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偶像艺人哦。对，我们买一张 CD， 我们是签名。对呀。买3张，我们可以合照。对对对对对。买10张，我们可以拥抱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做法跟槟榔摊好像差不多。对了，这样也好玩啊，对不对？不然重机歧视，多买一点。然后现在自装费通通啊赚的钱。对啊，我老公就笑说，现在赚的钱都拿来自装。不会，但这个自装费也没有多少，对啊，因为布料很少，也偏热哎，偏热。就是以前啊，可能上班不会天天化妆，但是现在太多人来跟我拍照了，必须要打扮，就会每天化妆。哦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是跟这个汉典在讲，娶老婆就是要娶到这个。哎呀，对呀。对啊，哎，他还愿意家里这样帮忙哎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的女生是什么？那女孩子看起来很单纯，哎，对，然后家里在卖霸王的，哎，他就在旁边擦桌子帮忙，这种才是老婆的料子。卖霸王，没有，等一下，说卖霸王，他是身上挂有一些特征，卖花贵也可以啦，我就是那不是一样意思？反正只要有这种特征的都可以。要卖些地瓜球类的，你这是色胚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说就是你。人家家里对不对？人家家里的事情，愿意家里帮忙，娶到这种老婆是进得了厨房，也上得了厅堂。对对对对，嗯，是是是。老公今天有陪你来吗？在那边，在那边哦。老公看得很紧呐，老公看得很紧。哎呦，哦，注意啦，注意啦，这里上6 6，这六位都是啥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那个是来朝圣的啦。哦，来朝圣摊位。
的老公嘛。我来尝试来尝试，六位都是六位了，他这里六摊都是有老公。你这样就很像想到以前那个作文题目，我的爸爸鱼贯而入的回家了，陆陆续续回家，太可怕了，不能这样。还有人在你摊位前面，这活该啊！对啊，就是因为他。就来来回回骑了很多趟，然后我也看了他很多次，然后我就在工作，我就低头工作，然后就听到蹦了一声，哦，特别是低头的 moment， 因为你又低头工作，那吓到。那天我听到一个超无聊的笑话，但是我笑了，哎，是这样。啊，宪哥，宪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勒残，但是我都没有扶他起来。我说，哎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不扶他起来？因为在我面前勒残那个人是农夫。哎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干么喝酒？喝酒啊！干么喝酒？喝酒。干么喝酒？对啊，农夫就是勒勒残啊。没错啊，没错啊。可爱。好，没事。那个炉火准备起来哈。来来来来来。是了，开始了哈！来来来，开麦了，开麦了啊！我不会唱，你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你不会唱，小米装的，装的，装的，什么？他不会唱，什么？会唱的是他老公，没有错，老公，来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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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救他！我不会唱，他直接就招了，会丢啊，直接招了！哎呀，要个单会哈。我很快，很快，你炸的很好吃，我刚刚有吃你炸的很好吃。恭喜啊！啊，结果林博是看板你啊啦，一个内场，一个外场啊，老婆是看板啦，我开那个珍珠奶茶店。奶茶店啊，珍珠奶茶店，珍奶，对啊，对，名字叫牛奶儿啊。然后你开珍奶，珍奶姐妹花啊，哎，这在网络上网络上多火啊。因为我们是两个姐妹一起开的，啊，今天可以现场看她做真奶是吧？对，来来六杯，来六杯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真奶姐妹花，对，太棒了！你看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叫 IP， 人家一看灯电灯泡，对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为什么有大炮？哇，好大！那个霸王杯800ml的，就是可能有些人。宪哥，给他解释一下，给他解释。因为有的可能是寿星啊，然后可能他朋友订给他的，所以我们有寿星霸王杯，或者是你今天是主定者主揪，对，然后主定者我们可能类就给他大的，对大的。哦，对，然后加量不加价，这一瓶才卖100块，然后工钱就不够那。成本一定很高，对，而且我们是选用那个台湾茶，对。现场来摇一个，现场摇。Shake， 现做，现做 ，Shake 哦，真的是哦，哎，很专业，那个架势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这样现场喝好有趣哦。而且你宪哥，你那个位置本身是摇滚区，哇，哎，连宪哥的吸管都是长的，哇，我的，可否喂食？哎，店长亲喂，我你喝就喝，不要亲喂，你喝奶，你喝就喝，对对对，不要翻白眼，那个脸好像，好好喝哦，真的真的对啊，哎，哥，你现在松啊你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茶。这个茶真的很好喝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因为你们这个茶的茶香就都有出来。因为一般普通都是用茶粉泡的，对，我们它这个可能是真的是茶叶。今天来大货，谢谢哥。